王老师呢？走了。走了？啊，家访完了。你怎么回来了？我改签的明天早上6:45的第一班，然后从机场直接去客户那儿，应该来得及。哟，那你半夜3点就得起来啊？谁让我是刘国宝他妈呢？毕竟啊，这是国宝的第一次家访。家访结束了。啊？王老师提前来了，但是我也没参加了。我这不是一直开视频会议吗？脱不开身。正好戴斌来，戴斌替我们接待的王老师。戴斌？对对对，你舅子。送王老师去了，送王老师去了。那他们俩说什么了？情况挺严重。怎么严重了？就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上课走神啊，考试溜号啊，写作业看小差啊，还有逃课，挺多的。这么严重啊？啊？家里有一刘五宁已经够受了。这国宝啊，要上学这样，这日子还过不过了？你说我这才走2天啊，就出这么大的事儿？哎呀，要不是秦英给我作证，说我出差不在店里，哎。我跟你说，我那副总监肯定就没戏了。这两个人呀，真是难当大任，真是枉费了我对他们的信任。我去，哎，这都能发到群里来啊？过来看。怎么了？亲爱的，我排卵了，你赶紧回来。天哪，这是发错了吧？肯定是发错了呗，大型社死现场啊。各位宝爸宝妈，实在不好意思啊，发错了。那个最近我跟我们家老徐正商量着要老二呢，真是不好意思啊。想撤也撤不回去了啊！你什么心态？你笑什么笑？对对对，确实不应该笑人家啊。哎，你说我们女人容易吗？啊，这又得忙事业，还得给你们生孩子，你还好意思笑我？我刚才的笑声没有丝毫嘲讽的意思。你什么意思？你心里最清楚。就是单纯的笑一下。我还不知道个你。我要工作了。哎呀，尴尬死了。我来帮你圆个场吧。没事儿没事儿，我们之前要老二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可以理解，我们家也准备要老三呢。哎，诺诺妈妈，你们家准备要老三啦？我们俩都喜欢小孩，想着娃多显得人丁兴旺嘛。是啊，就当时我生老大那会儿吧，哈，就觉得带孩子可太累了，以后再也不要了。这没想到老二一生，哎，发现养孩子好像也没那么累。这不一转眼儿，哎呀，我这老二都上小学了。可说呢，这第一胎呀，都当宝贝儿养；第二胎就不那么在意了。等到了第三胎，那基本就是放养。这徐梦瑶妈妈看着年纪也不小了，这还要二胎呢。妈妈，你也能再要个二胎吗？你知道二胎是啥意思吗？你就让妈妈要二胎，不就是再生一个宝宝吗？初一啊，你为啥想让妈妈再生一个啊？因为我喜欢弟弟妹妹，我能照顾他们。真的假的？就你这样，你照顾谁呀？啊，你把你自己照顾好就不错了。初一啊，妈妈呢，只想要你一个宝宝，只需要有你一个宝宝就够了。哦，你夸什么呢？你看这是谁？这是谁呀？这是校长。这，你们校长长这样？啊，你把校长画成这样，你可别给校长看见了。这几个是啥？
那几个是谁？说话呀，嘚瑟呀，怎么都变成哑巴了？啊？哎，你们知不知道人家巡视员是怎么评价我们店的？全公司的打分标准 A B C D E， 咱们是 F。是这样，戴总，我觉得吧，确实不是我们的疏忽，主要是那天那两个人吧，太容易混淆视听了。对，我就奇了怪了，你们怎么能把一个大爷看成是巡视员呢？那电视上不都这么演的吗？越不像越是。得了吧，你们两个人趁我不在的时候明争暗斗，互相拆台，造成咱们团队严重的不和谐，这才是让我们成为全公司笑柄的关键。是他公报私仇。嘿，丁丁，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店可都是 B 级，你自己反思一下，你什么原因吧。你小心眼，你每次来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天如果我不是在，那天我不找事，还要吵是吧？当我不存在啊？哎，胡姐，你也是咱店的老人了吧？啊，你怎么就不能大度一点呢？丁丁，你这么年轻，你就不能尊重一下长辈吗？我告诉你们啊，就你们俩这样，我是谁都不会把他推荐到总公司来代替我工作的。除非你们让我看到你们的胸襟和领导力。戴总，我刚才认真想了一下，这件事我负主要责任，是我肚量太小了。对对对，他肚量太小了。我心眼也不大。行了，你们俩先去写500字的检查，看你们俩这个月的表现啊。然后我再来决定怎么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们俩真有默契啊！两份检查，除了名字不一样，连标点符号都一样。说你们俩有矛盾，我都不相信。他抄我的。嘿，明明是我先写完交上的。你抄我的。你抄我的。你抄我的。行了，你们俩知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还在这儿跟我耍心眼。戴总，我坦白啊，这个确实是我在网上抄的。那是因为最近客人太多了，我们都在努力工作，所以没时间写这个。对，店里客人太多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写这个。我真的是服了你们俩了，啊，这编理由你就不能编个新的？真的是默契啊。你们俩的机会来了。总公司又派出了第二轮的巡视员。第二轮？嗯，第一轮咱们店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所以总公司呢就派出了第二轮的巡视员，想再来看一看情况是否属实。所以你们两个人力挽狂澜、将功补过的机会来了。丁助理，您先请。您先请。哎，别，您是店长助理，您先请。哎呀，您是长辈，您先请。哎呀，您是女生嘛，您先请。您先请，您先请，您先请，您先请。我觉得吧，这道儿挺宽的，我们还是一起走吧。走。哎，丁助理啊，我待会儿啊有几张票据，可能辛苦您帮我核对一下。没问题，我亲自给您送过去。那谢谢您嘞。哎，顾经理，哎，我这儿有几个报销单需要您亲自签下字儿。马上去办。太感谢了。那回见啊。回见。感觉后背发凉，我恶心的想吐。芷若芷若，暗指听兰，翩若惊鸿。哎呀，芷若啊！大家，哎，宝宝，你在这捣鼓啥呢？没啥，快来快来。小杰问你啊，嗯，你们王老师平时运动吗？王老师每天都要给我们上课，下课了还要跟我们批评作业，哪有时间健身呀？国宝，你得跟你们王老师说啊，这身体啊是革命的本钱，对吧？你得健健身才有好的身体，所以啊，
有空可以来小舅这儿健身健身，好不好？记住了吗？不换好衣服跑这么快，坐这儿跟你舅舅聊天来了，快进去练去。快去吧，快去吧。拜拜，舅舅拜拜。来，国宝。哎，姐夫，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呗。什么事儿？哎，这以后送国宝上下学的事儿，能让我来吗？为什么呀？哎，我不是没送过，新鲜，我想试试。赶紧找一个结婚，自个儿生一孩子，送多有意思呀！哎呀，你都不给我机会，我跟谁结婚生啊？我给你什么机会啊？算了，没事。自己都不会呀、啊！蒸一个包子要三分钟，蒸三个包子有多少分钟？三乘三等于九，你哪来的三？你家把我分开蒸啊！我再给你打个比方，我有三块钱，小舅子也给我三块钱，姥爷给我三块钱，姥姥给我三块钱，我现在有几块钱？一分没有。我怎么就一分没有了？三乘四等于十二，你不知道啊？你要有十二块钱，早就花完了呀。所以一分没有。你就能不能认真点儿？这个明明就是九啊！你写三十，我意思怎么了？你别这样了、还吵起来了，喊什么呢啊？姥爷让我给他辅导功课，他把我气死了。哎呀，你姥爷也真是的，让你给他辅导功课，我还不想给他辅导呢。那辅导就辅导，别吵啊，是吧？我没有拿这么 low 的哥哥。再说一遍，你怎么着？你还想动手啊？这是你亲妹妹啊！我不是故意的。你就是故意的，我不是。都整天吵。这啥什么怎么了姥姥我好不容易补好了袜子播了一百颗结果我上个厕所回来他就全给我吃你看不知道那个是你播的我以为是瓜子仁我就吃了开花哎呀你陪他果宁、别吵了啊姥姥头疼、姥姥我现在有事我弄了一会儿再陪给他不行我现在就要吃你还讲不讲理了你才不讲理偷吃我瓜子的小偷我小偷那你就是小偷妹妹不要吵了不要吵了吵的人老婆都要炸掉了那奶奶不舒服你看蝈蝈又咳嗽了这样叫蝈蝈回去老爷给你剥好不好不好他欠我了他得赔我还不赔了呢你不要问他果宁哎呀蝈蝈我还好塞这这这这你咋管那别吵了好吗别吵了你干什么呢啊都反了天了是不是都给我回屋哎呀哎呀你没这事情吧你这两位神兽啊精力旺盛哎真是反天了哎呦我天哪这受不了这